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职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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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邦，职业。职业。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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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的爸爸是医生？来，爸爸来告诉我吧。爸爸是医生。是的，谁的妈妈是医生？谁的妈妈是医生？然后待会儿就是我旁边的小妹妹哟。还有一个人哪里了？啊，那妈妈，妈妈的妈妈是医生。妈妈的妈妈是医生。对，妈妈的妈妈是医生。来，这一个护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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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士。谁的妈妈是护士？你还没听他们哟。没有。没有。厨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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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保时捷，你的妈妈是厨师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你的妈妈是不是厨师？不是。不是。老师。你的妈妈是不是厨师？不是。是。安巴，你的妈妈是不是？